葵花村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唱作俱佳。那今天是一个自由舞台，所以今天会有很多报名的朋友上台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就是今天报名的第三组，他们是两个因为玩音乐而认识的朋友，他们叫做初力二重唱，耶、yeah, ！掌声。哎，好的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初力二重唱加文秀。对，那个初力就是那个真的很初力，那个初力，没有用力那个初力。那对我们，这是我们，我跟旁边这位叫小浪。我叫浩群，那我们呢也是在这个地方认识，在其实我们没有认识很久，然后这个我们这个二重唱也没有成立很久，然后为什么会认识我也不知道，一个缘分啊，一个眼神，一个挑眉，有吗？这样吗？对，然后今天带来三首歌曲嘛？哎，我没讲到话哎。哎哦，好，那好，那是小浪是我。哎，我们初力二重唱。哎，你刚讲我们为什么组团吗？为什么会组团？对啊。哦，有两个原因。我为什么要叫初力二重唱？因为我们唱歌都很初力。对。这是其中之一。然后第二个原因是，我们看我们的皮肤都黑黑的，都是原住民。我们是台东的台湾族。那原住民就会有一个口头禅，就是你应该听过吧，初力这样子。就比如说运动会啊，或者是在跑步的时候嘛，就喊一声初力，然后就会第一名的这样。然后不然就是还有一种说法是那种称赞吧，或者是什么的，看到美女的时候，然后男生就初力这样子，就是哇一个欢呼声吧。所以我们就取了这个名字，对，我们就叫初力二重唱。那对对对，那先讲一下，就是我们有脸书的粉丝团，对，如果 有空的话，那手机拿出来，搜寻初力，应该就会跑出来了。然后点个赞，不要按太多了，但是不能那个。只能按奇数，不能按偶数，不然那个他会收回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要唱的几首歌都是蛮悲伤的，因为都是一些我们的真实的一些感情的方面，所造成的想要吃阳春面的一个概念，就是他的感情，他们都听得懂的，他的感情还有我的感情的故事。好的，好，接下来第一首歌是我写的一首写给一个朋友的歌，然后这首歌叫《大不相同》，然后这个朋友是那个，我看一下我女朋友在不在？好，我在。好，然后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没有，因为这个女生是一个我小时候就是青梅竹马嘛，对对对，她后面说她结婚了，然后才知道她喜欢我。悲惨啊！好了，有点像偶像剧啊。对啊，那太偶像了。也是啊。好，大不相同。
时间它预选择安静，但我们彼此都没有说，这不是我的错，也不是你的错，错在我们太软弱。空气它已选择安静，或许对我们是种解脱，爱已经到尽头，挥挥手，是否彼此都好过？怕心自己像个傻子一样苦苦的在等候，看着流星坠落，你也舍救我。谢谢大家，加油。